张根逢，一个人生阅历极为丰富的计程车司机，拥有运输业打滚多年的经验，过去上山下海，足迹遍布台湾各乡镇，也载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客人，但其实有段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。这里是我以前在流浪的时候，当街友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平躺的睡，那好几个三五个街友就一起在这边取暖。曾经在街头流浪的张根逢，过去面临父母相继离世的重大打击后，陷入低潮忧郁，终日酗酒，压抑内心的自责与懊悔，最后甚至放弃家庭和原本的安稳生活，过起漫无目的的漂泊人生。朋友们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。在台湾呢，其实社会经济都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地步，但是偶尔呢，在街头上，即使在非常繁忙的大都会区，在台北市，都会看到有街友餐风露宿的。那有时候大家就在想说，他们到底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这么样的辛苦，家里头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。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来宾，曾经就有两年的时间是这样流浪在街头的，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生命故事。欢迎根逢哥。根逢哥你好。你好啊，各位观众大家好啊。两年嘛，后对不对？哦，将近两年，将近两年时间，所以当时是有家归不得，无家可归，是自己没办法走出那一段一段黑暗的一个黑暗史，黑暗的状况，所以自己困住，然后让自己放空自己，就等于把自己放自我放逐。对，你那个时候是什么事情这么样备受打击？是家里头出了什么状况？哦，这个应该就是做街友之前回推大概两三年，因为我哥哥我。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妈大肠癌末期，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照顾到我妈妈过世，跟我爸爸，我爸先过世，那才是我妈妈过世，到最后是我自己全力去照顾我爸爸跟妈妈，所以我一直跟他们聊说，我希望他们是活得有尊严，然后你老的那一天我会放弃急救，因为你当你一个很没有意识，你不能吃的时候，你活着我觉得没有意义，对你是折磨，对我是折磨。我爸爸尊重我这个想法。其实你跟他们已经沟通过了。我妈妈也尊重。那当我爸爸要过世之前要放弃急救，是我跟我妈妈签的。但是我妈妈呢？她要过世的时候也是我。只有你一个人再去承担。对，然后还好是大部分的兄弟姐妹都赞成让他们善终，是，但是就是有一两个他说不行，你一定要急救，拖一天算一天，然后当你要你签的人，他们就是说你们怎么那么不孝，怎么可以亲手结束自己的父母的生命。我那压力太大了。对，那他那时候就一直绕在我的脑海中，所以就进入到那个你说所谓比较低潮的过程。对，我那时候就一直开始喝酒。然后到最后就会自我放逐了，就走到这一段。所以你小的时候爸妈是什么样的照顾？你就是一个家庭的状况大概怎么样？爸妈那时候，我妈妈是因为被人家倒债，所以那时候家庭的经济就很吃紧，然后变成我爸爸就很努力的去工作。是是是。对，但是他还是很保护我们兄弟姐妹。他对于你们的教养的态度，我爸爸是才比较开放，他比较开明，对，那我妈妈就会比较严格。其实我们的兄弟姐妹都会比较怕妈妈，对对对，真的，反过来一般都是爸爸比较严，因为我爸爸太宠我妈妈。爸爸宠妈妈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在看的时候就会认为说，哇，我爸爸那么宠我妈妈，那我们如果妈妈生气，我们就遭殃了。你们家几个孩子啊？总共七个兄弟姐妹。哇、wow ！我是老幺。你是最小的。对。但是因为我小时候看偶打散，这你不知道知不知道？就长得黑黑的，黑黑的没有人缘呐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小时候也因为偶打散，很容易被霸凌。那国小的时候，因为选一个纠察队是很容易的事，然后因为我成绩很好，就前几名嘛，那被选上。结果那个老师竟然说你长得太黑，不行，你回去。是老师哦。对，那个心里多受伤啊，然后又被一些比较高大的，包括女同学都可以欺负我。对，那时候开始心里面一个阴影，然后国中我记得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操场，就被一个好几个那个高年级的过来叫呛虾。对，那就在那当下，
有一个身影，很熟悉的身影走过来说，把那个就甩了一个巴掌，直接甩一巴掌。对，他是我表哥。哦，是表哥。对，是我舅舅的儿子。哦，他说这个是我弟弟，你以后敢动他，你就糟糕了。对，得宰戏这种。然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心里有一个想法，我怎么保护我自己？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慢慢就为什么会有暴怒的现象？我很容易暴怒，我就是用暴力来操控一切。以前可能要故意装起来凶的样子，慢慢就变成对对对，慢慢可能就变习惯凶了。没错，但是我对人都很好，嗯，可是不欺负人，你不要惹我。对对，我不欺负人，但是我在我们家我还是乖宝宝。那等到我高中的时候，真的，就整个生活就不一样，那就混，以前俗称弹子板，打撞球，对，弄球筋，然后那时候在里面，那可能就会有三教五流都来，那也认识了。大哥吗？还是什么？有就是就有一个他，这个我是算是蛮尊敬的一个哥哥啦。我为什么会尊敬他？第一个，他跟我们规定，你们要跟我很简单，第一个不能碰赌。他说，你只跟我碰赌的话，我把你脚筋砍断，很凶，对不对？很凶。可是他其实在保护你们啦。对，没错。而且他有时候就拿个本票说，哎，这个比较好收，你去收。那时候我们就第一个未成年嘛，要去帮忙收。大部分他都会比较好处理的给我们。那你这样跟了他多久？就到毕业嘛。高中毕业就没有再继续。没有，因为他就说你们毕业了，你们就可以滚了。你去你要找工作也行，你要干嘛行？那你高中结束毕业之后，你是继续升学吗？没有，就流浪到台北啊。因为我很多朋友在台北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台北。那也在台北就找工作嘛，先找工作，然后。有稳定收入，然后就跟朋友租个房子。那里有一个朋友，他其实很好，他就带我说：“哎，我带你去认识去，就是来中和，来吃饭。好啊，我们就吃完饭，然后看要去哪再说。然后去，我就看到好几个西装革履，然后都很好，大家都很客气。他说：哎，坐，然后吃饭。哦，后来隔壁桌就有人可能是被他撞到了怎么样？我隔壁桌好凶，他就跟他对不起，已经道歉了，对方很凶。我还没想到他从后面拿了一个家伙出来，然后叫对方跪着。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枪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那对你来说，有没有就给你种下一些什么样的种子，或是你就在这上面学了一个什么样的一课？当然，我就觉得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也是可以像那么强。原来在社会，大家要这样做事的。对，这个就代表力量，这是一个power。对，那时候我就这么想，所以才养成慢慢后面我在工作上也越来越很容易发脾气。对开车充满热情的张根逢，不但爱惜车子，也注重安全。回首刚入行时将全部心力投入工作的他，幸运地获得许多工作机会，但也因此牺牲了与家人的相处。大货车的部分是，他有跟我说过，他还不是正职的时候，他就被聘请去帮忙跑一段。然后也是他自己说他要主动去跑的，然后他跑了这一趟之后回来，老板对他的观感就更好，之后就把他升正职。然后有一天他是连跑了两天，而且都没什么睡。然后这一次之后，老板就对他的印象就更好，然后给他的 case 跟那个薪水的钱就更多。他工作有做过很多种工作啦，也有开过连接车啊，然后送货啊，大部分是都开车比较多。然后他之前的婚姻我不是很清楚，然后但是好像跟他太太的相处，他太太跟他的妈妈相处的没有很好，所以跟冯也很为难，而且觉得对太太就有一些意见这样子。张根逢在他一路成长过程当中，哇，看到社会上是怎么处理事情的，一点一滴的其实呢都看在眼里，就学起来了，也隐藏了他之后这个性好像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情绪的这样的状况。那根逢哥，后来你就是都上台北了嘛，对不对？退伍之后也就留在台北了。你那时候退伍之后做什么工作？就是靠着自己有
驾照，就是类似有货可以送，就跑车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慢慢的，然后因为认识了很多人，就拓展自己的一个人脉。对，那经过朋友传承一线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做中盘，自己也在做，兼做中盘。哦，而且这是老板愿意的，然后慢慢就经营出自己的一个方法。是什么样的产业做中盘啊？是什么样的货？那时候还很兴盛那个 CD， 那时候还有卡带 CD、LD， 对。那时候我做一些周边设备，那周边设备你相对的，它有一些东西的利润是很高的。是，一天我如果从环岛一圈，随便两三百万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，很好赚，很好赚。但是也很巧的，就是很短的时间，就是这些都被倒了。哦，对，那时候其实那个产业你也知道 ，CD 产业后来慢慢在走下坡。很快，对对 对。那时候我就想啊，既然被倒了，还好啦，没有欠钱啦。对，后来觉得说自己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专长，那就去考那个大货车，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在跑大货车。对，哦，那时候的感情状况怎么样呢？已经都退伍工作一段时间了嘛。对，那时候就是也因为在台中，所以那时候就认识我前妻。是，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机车交友，知道吗？抽钥匙，以前学生时代联谊，对，一群人混在一起玩，对，然后到最后就是我觉得，这个女孩子还 OK 啦，对，我觉得她还不错，然后讲话也讲得来，那也交往，然后但是那个提亲不是我自己，因为我接到我姐姐他们的电话通知说他们今天要去提亲啊，所以你自己都状况外啊？当然啦。你那时候虽然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，那时候，但是你没有想要结婚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然后我前那时候前妻也打电话骂我说啊，干嘛呢？你要讲那个要提亲，要提亲，怎么会是晚上？然后也没先说一下，没有。那怎么家里就自作主张了？也没跟你打个商量，也没问你。因为我是最小的儿子嘛。对啊。对，所以我那些姐姐哥哥他们就觉得说啊，这个小弟弟一定要先帮他把婚姻大事处理完，我爸爸妈妈。就安心了，对，他们才不会有挂念。哦，我就觉得好啊，你们既然你们那么一头热，对不对？那 OK 啊，我没问题啊，对方答应就好了。但其实还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开始进入到婚姻状态。这个阶段我应该要承认说我是疏于经营这段婚姻。对，这个是我的亏欠。对，你没有心思在这上头。应该说心思很少，很少。对，那造成我妈妈对她那个媳妇，就是我的前妻。很不谅解，因为我的关系，因为我疏于去做沟通疏解，对，然后我常常不在家，因为跑车对不对，都会在外面，有时候是出去喝酒啊，出去放荡啊，所以也不是为了工作，对，出去赌博啊，干嘛？赌博，我以前是武专的，什么都会啊，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会，就出去玩自己的啦，对，结婚是结婚啊，你就在家里，你也不要管我这样子，对，后来我也因为这样我就搬出去。因为妈妈跟这个你太太处得不和，对，然后你又不管不处理这样子，那我就搬出去以后，后来转换跑道就跑大货车嘛。后面我太太跟我去跑车，所以她也跟你一块，对，前妻跟我去跑车，这样子有让你们感情好一点吗？互动上面比较在互动上是真的有改善，但是后来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后面她跟我那个之前那个老板娘。互呛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有行动电话嘛，然后那个黑金刚有没有？对，就互呛。我们那时候都年薪百万，互呛以后，一个很好的工作，高收入的工作就没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当然会很气，但是有时候你把它回想，以现在比较冷静的想法，就是说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？是，是不是自己也有哪里做的不好？对，就是现在会当然会反思，但那个状态并没有了啦。没有，我就气在心里。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后来脾气都不好吗？因为我如果吵架，我会选择离开。对，我不想跟人家吵，但是要吵，我是说我如果发起脾气，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你干脆就躲开那个场面，我就走。其实我那时候是没有住在家里了，然后就再也没回家一段时间。我衣服什么都没收，我就走了。啊，他也联络不上你？联络不上啊，总共哈大概六年了。六年啊？对，到离婚签离婚这样大概六年。那你跑去哪里了？你那段时间住哪里？因为那时候都，其实我哥哥跟我讲说，我妈妈大肠癌啊，因为那时候工作也不稳定，工作也不稳定，对，就想说啊，既然工作不稳定，那就回家照顾妈妈嘛。爸爸，其实那时候爸爸很
还很健康，但是因为担心，因为我说我妈妈，我爸爸很疼我妈妈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医生是说我妈妈大概可以活三个月，因为癌末了嘛，但是我爸爸就开始担心，结果我爸爸不到一年要走，送走父母以后，然后一直在走在那个圈子里面闹，闹不出来，对，就是我害死我爸妈，就开始每天喝酒，后来买了很多酒，在这边一直喝了三天，到最后起来的时候没有目标了，然后就开始真正的将近两年的戒药生活。张根逢返乡后与亲人共同分担照顾双亲的责任，但父母的健康却每况愈下，在意识到无法挽回生命的事实后，心情也越加沉重。主要他叔叔照顾阿嬷的时间比较多，因为阿嬷其实他的生病的历程比较长，他是因为大肠癌的关系，所以他有装人工肛门，然后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是说，啊，不然就请，因为那时候叔叔刚好没有工作，他说那不然我们就是给叔叔钱，就想说那不然请叔叔照顾，然后我们下了班就过去接他，然后让他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个小时，然后他晚上再回来照顾。后来就是父母双继过世，然后父母过世，因为他那时候因为插管的问题，因为他不让父母那么痛苦，所以他跟父母说，我们不要再插管，因为这样子你们不舒服，然后我希望你们很有尊严，然后活得很舒服，很自在，这样子活着。然后后来父母就答应这样，可是旁观的人，他们没有照顾的人，他们就责怪他，然后定他的罪，所以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。然后他后来就父母双继过世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很沮丧，而且就失去了重心，而且钱也几乎都花光了，所以他就去当游民。妈妈检查出癌症末期的时候，刚好呢，张根逢自己工作状况也很不稳定，所以索性家里弟兄姐妹商量了之后，就由他回家去照顾爸爸妈妈。所以原来爸妈是住在一块的，他是住在我二哥那里，都住在老家了。哦，住在老家，然后是妈妈先发现生病了，对，然后医生说只剩下三个月，对，就爸爸一听，爸爸很受到刺激，知道我妈妈生病以后，他一直担心，然后就开始状况每况愈下。然后到最后，他就，会喘，会什么毛病都来了。哦，什么都出现，什么都不对劲就对了。对，那时候反而变成说我们在照顾我爸爸。哦。那我大哥照顾我妈妈啊。那时候我爸爸就是他会喘。嗯。啊，我们就是一轮流，一定要有人陪他，因为怕他自己跑去洗澡、上厕所，然后一个没注意就走。对。所以那时候就是要全心全意去照顾他。那我爸爸过世了以后，我就全心照顾我妈妈。然后我哥哥也说没关系，你照顾妈妈，所有的开支都是他付。都是他付。还有我的三姐，我三姐也蛮孝顺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兄弟姐妹分工嘛，到最后他们其实都在上班嘛。我就跟他说，妈，我帮你洗澡。我妈吓一跳。我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是你怀胎十月从你肚里面出来的，我帮你洗。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每天帮我妈妈洗澡。先是爸爸，然后再是妈妈，好几年的时间吧，有没有？有个一两年。对，其实那个压力是真的很大耶。对，那是压力很大。然后等到爸爸先走，你还有妈妈跟你一起签那个放弃急救嘛，哈。对。然后等到妈妈要走，最要签，你等于是自己承担。其实我们就变成分成两派。两派。对，他们就讲话了，不行啊，你们这样子就很不孝啊，哦，怎么可以亲手害死自己的妈妈？因为那句话很重，就是你为什么要把妈妈亲手结束掉？是是是，对，这也是一个生命。对，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要让他们，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善终。那到我送走父母以后，其实我大姐带着我去公庙做义工，然后只要有所谓的普渡，就会用爸妈的名义去认桌，然后回向给爸妈，把这个功德。但是我越做，其实我心里那时候的纠结会越大。因为那时候一天到晚在担心说，我做这么多，你到底有没有收到？我真的我都没有梦到我爸爸妈妈。没有梦到。
对，那是心里一个很大亏欠，是不是真的你们在生我的气？嗯，对，没有原谅我，然后一直在走在那个圈子里面闹，闹不出来。对，这是我害死我爸妈，这个是我对爸妈的亏欠。嗯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，你很孝顺啊，但是我说这是尽儿子的本分而已。嗯，但是我还是战不胜那一个魔鬼。所以你才刚刚讲说你那时候喝酒嘛，是不是？就开始每天喝酒。嗯，甚至那时候去我姐姐介绍工作，就是上班也喝酒，然后每天喝到最后有一天，我自己去到一个桥下，嗯，喝醉了已经。就是有个沙滩嘛，我喝买了很多酒，嗯，就这么一直喝，喝了三天，到最后起来的时候没有目标了，然后就开始真正的将近两年的戒药生活。那你晚上睡就是睡在什么地下道？地下道公园。公园。对对，夏天就睡公园，但是什么都不多，就蚊子最多。那你去哪里去打理自己呢？像那个比较便宜的旅社，哦，也洗个澡很便宜啊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那一群哈，就是很爱干净啊，还有一群。对，那我们都爱干净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哦。所以如果你在路上跟我照面的话，你不会知道我是游民，我身上还穿名牌的啊。我 Nike 的球鞋嘛，其实不是很贵，但是都是名牌。那都有地盘嘛，对不对？刚开始也要去跟人家抢地盘嘛。对，都这个你也要跟人家结盟了。哦，也要跟人家结盟。对，你人力多哈，人家都不敢欺负你嘛。嗯。它也是一个地下秩序。嗯。然后你要工作，也是有人会，我去接洽，然后让你们来做，那我从中间抽取那个 commission。哦。这个也是一个地下秩序，一个地下金融，对对对对对，但那个钱都不多了。所以真的都有能力，都有能力，其实是可以的，就是那个心理的状态没有调整。没错。所以你后来是怎么样把它调整回来的？我在跑大货车的时候，我有好多徒弟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在台中酒厂，我就听到一个喇叭声，嗯，然后我转头一去看，然后他窗户打开说：“塞，你在冲啥？”啊，他认出你的。对，然后上车，好，我上车。上车以后，他说：“啊，你现在在干嘛？”我那时候拿着啤酒在喝嘛。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在当游民。”他吓一跳，他说：“你怎么可能会去当游民？”我这句话真的点醒，就好像那个当头棒喝，对，就把你敲下去了。嗯，那时候我就掐了一下。对呀，啊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子晃？那我就再去找我姐姐之前帮我介绍的工作，就是保全。哦，找那家的经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。要回到社会里面了，我就开始再走进社会。嗯，到最后我另外一个朋友，他是在做营建业的，在专门在拆房子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我记得他跟我说工资好像1200还是1000多少起跳。我说 OK， 结果我做不到几天，他跟我说我给你1天2000，你帮我把工作这一群人把我看好，把我带着他们走，他们叫你管理了啦。对对，就进入他的管理阶层，然后做大概。快半年吧，那时候我就去找我现在的机动车公司，嗯，从先租车，然后我在那里就将我的工作狂又再表现出，然后到后来我跟老板说我要换车，换更贵的车，然后我要租送，因为机动车有个专业术语叫租送，就我租4年，这一台车就我的哦，这4年我是以车为家，因为我没有家嘛，嗯嗯嗯嗯，我洗澡在汽车旅馆，哦，睡觉在汽车旅馆，哦。其实还是蛮漂泊的生活，只是最起码还是很漂泊，对，最起码收入上是稳定了，让自己吃饱喝足没有问题。嗯，可是你对你什么时候才想起你的太太的？后来就再找到她，然后就租个房子嘛。嗯，但后面她每次只要回到娘家，她就哭得回来。其实是你有想说是不是再能够恢复回你生活的？对对对，这个其实有努力过。嗯，你有努力想做，但是自己在。他们那边的印象真的太差了。你6年都不见啦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对对对，人家都认我真的很不负责任，确实我也很不负责任。对对，嗯，那到最后我们就协议离婚嘛，就这么来。嗯嗯。对，那慢慢的我就在忘情在工作上，脱离漂泊不定的生活模式，张根逢成为计程车司机，也在职场上认识单亲妈妈梁素华。他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感，并在教会的鼓励与祝福下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。后来去开计程车，然后就跟冯是同一个车行嘛，然后跟冯算是也有带着他，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就是除了蛮专业以外，就是
也蛮热心的，而且心肠也不坏，只是说脾气有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好这样子，所以是他可以接受的。然后他也很想说他的小孩也有多一个伴这样。我感觉就是跟冯也很疼后心，很疼素华的孩子，所以素华会嫁给他，这个也是一个原因。他会陪伴家人，这是我原本家庭中没有体验过的。有时候妈妈身体不舒服，或者是在煮菜的时候出一点状况，他会马上跑过来说你怎么了。然后跟妈妈吵架的时候，他也是虽然没办法马上就冷静下来跟妈妈好好的聊天沟通，但他会陪在妈妈身边。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同居了，只是后来素华姐姐受洗，我鼓励她说要合神心意就是要结婚，虽然有一些的挑战，但是不会用同样的方式收场，你要相信，说她真的有一些听进去，所以她鼓励他们去结婚。刚刚冯离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后来又碰到了他现在的太太，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。素华姐你好。你好。所以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是因为同行。同行。是。嗯，那时候在开车嘛。对。所以你也是开车吗？对对对。嗯，因为我的婚姻也是出了一点状况，触礁之后，那我也必须要养育小孩子嘛，所以我想。所以几个孩子？一个孩子。对对。那因为这个孩子是。有一些方面的问题，比如说注意力不全过动症，对对对 ，ADHD 的孩子，对对对对，还有在人际关系上比较有点自闭，对对对，那我必须养活这个孩子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有什么能力呢？那因为我的前夫他跟我说，你可以去开计程车，所以我就去试试看。所以你们是怎么碰在一块的？因为我们是属于。靠行同一家公司，那我也在这当中觉得说这个人好像蛮有能力的，因为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而且他有一颗愿意的心，那无形中好像你有一个依靠。那根本哥，你第一次看到这个带着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开计程车，也是很辛苦的在生活。对，我们公司的老板娘，年轻的老板娘就跟我说啊，那个某某某麻烦你帮我调教一下这个某某编号，这是我现在太太。因为他那个时候不知道离婚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离婚了，我不知道。那时候我就说哦好啊，然后我也没有婚姻嘛，然后那时候就慢慢就开始，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，然后就开始教我。你觉得他哪里不错？那时候看到他什么样的优点？坦白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他有很热心，也很愿意帮人，是，对，是。然后他那时候我慢慢在教，我觉得他。虽然感觉起来他很脾气很硬，但是他在硬当中有一个温柔，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交往，然后就有，然后他跟我说他有一个儿子，那时候在读高中。哦，已经这么大了。对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不然你约你儿子出来吃饭。然后出来以后，我就开宗明义跟他讲，我说叔叔要追你妈妈可以吗？他看我一下说可以啊，你只要可以照顾他可以啊。哇。对。当我们开始很单纯，对，我们开始相处以后，慢慢的，我们要干嘛就是带他啊。等到有一天，就是那时候他要受洗嘛，那时候我就跟孩子说，因为你妈妈要受洗，说我要跟妈妈结婚，可以吗？那时候我们同居了。对，小孩子说，他就说看我一下，他说可以啊。是，所以刚刚在讲受洗嘛，是什么样的状况？是素华姐进教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先到教会，孩子的问题。对对，因为我说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是空白的，他完全没有朋友，那我对这方面也很担心。然后我的高中同学他在教会，那我们在聊天啊，他就说那你要不要让他来教会的青年主日，让他结交一些同侪的朋友。那我想说只要是为了孩子都可以，我都可以接受。然后他回来都很高兴，他回来也会跟我传福音，就说妈妈你也要来教会，这样子啊。我刚开始都是敷衍，然后渐渐的我的高中的同学他是小组长，教会的小组长，然后他就邀约我去他们的小组，
那我刚开始是也是应付应付，一次两次应付，然后后来他们的区长来找我说你到小组来，我就说那个时间你们聚会的那个时间我非常忙，现在我需要赚钱，有孩子要养。然后他说你不会因为这聚会两个小时损失什么？那我当下就觉得说，人家都讲这样子了，那再去吧。后来再经过一段时间，这个区长他送了我两张 CD， 那因为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车上嘛，我就放来听看看。听了之后就是泪流满面，我就觉得说，真的有一位这么了解我的神，这么爱我的神，嗯，我的心当场就是被触动了，嗯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进到小组当中，对，然后就接受这个信仰，接受这个信仰。那当时候我们是同居已经在讲同居的状况，那我就觉得说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，其实会害怕哦，如果要再这真的是很害怕。那就在这当中，要在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，我寻求神，嗯。然后寻求神的当中，神也给我一个图像。我在祷告的时候，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，我的 LINE 就出现一个图像，是他传给我的图像。但是我后来问他，他完全对这件事完全是，他不记得他有传什么给你，对，他没有印象。对，但当下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可能就是要我在跌倒的地方再爬起来。是是是，那去教会这件事情呢，你也去吗？我去，没有没有，刚开始他一直要我去小组啊，嗯，不去，一次两次三次，那时候已经结婚了，你会，我想说好吧，我不去的话你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就去，我也跟他去小组，但是永远在里面滑手机的都是我，然后。因为我们开车的人这边会有一个职业伤害，都会很酸痛，痛到晚上会睡不着。他跟我说：“走，我们去，然后寻求代祷，啊，求神的医治。”但是当到有一天，他问我说：“哎，老公，啊，你手不会痛了？”因为那时候我都要求他帮我一条根啊什么没有，对对对对，贴布啊什么。结果他有一天忽然间说：“啊，你以前每天要贴，现在怎么都不贴了？”我吓一跳，说：“对哈，神迹就发生。”对，那个是神一个很轻微的医治。对，但是才开始跟你的生活有连结了。对，但是我妈妈的跟爸爸的那一个心头的那一块，我还是没有放掉。后来被成全造就到一个程度，但是我一直都会投身在委身在所谓的服事里面。嗯，那我一直委身在服事，就是我希望透过这方面来忘掉我以前的痛。嗯，但是真的都没办法。嗯，直到有一天我邀请我一个朋友去。那是第一天，结果他没有得到一次，是我第一次被得到，开始在慢慢释放，因为对方的见证跟我的，那个时候我妈妈的那个爸爸的状况很像，我那时候不是被一次，是被挑起来，就整个你的痛都被挑起来，再揉一遍，那是很痛的，但是隔天我变成我自己要服侍，结果我一去，哇，那个。对方那个姐妹所讲的，就等于是神好像要医治我一样。我那时候其实会中没有哭，我哭得最严重。但到最后就这一块，我被医治以后，慢慢的我太太也透过一些话语，她跟我说：“老公，你要放下，你要对你的兄弟姐妹哈，你要去亲近。你要自己去把这个仇恨放掉。只要我脸色一变。”他就会开始会担心说我是不是要怎么是不是要发脾气了，或者是要出去跟人家输赢了吗？他的言语当中就是充满了暴力，那我就一直很担心，一直很害怕，对，一直担心害怕，那也只能祷告求神帮助啊。我们不能讲没有争执，但是我觉得争执 会越来越少。现在婚姻仍旧难免遇到冲突，但张根逢与梁素华却能改掉过往的态度，学习彼此妥协与退让。先生易怒的性格也有所调整，再加上教会支持和真理教导，夫妻关系更加坚固。有一次是吵架之后，爸爸跑出去工作，然后妈妈就一直坐在客厅一直等他回来，
这是让爸爸觉得愿意委身在这个家庭，然后脾气愿意收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。因为有一个人可以等他。其实刚他要受洗之前就遇到很大的征战，就有人扬言要对他不利啊，让他非常非常生气啊，因为他也说他要跟他索引啊。就是我说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现在是一个家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一个人就算了，但你现在是一个家，不一样。他真的有听进去，神真的在他身上有动工，这个有一个淬炼的过程，有一个经历，但是那个经历是好的，是让他有深刻记忆的，可以让他回味，真的就是眼前看模模糊糊，但是你往后看清清楚楚，神的恩、神的手都在他们家中。因为太太的关系而开始接触信仰的这个跟冯哦，后来哇，神真的去处理了医治他内心很深很深的痛苦之后，整个人也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所以在这第二段婚姻当中哦，你觉得你面对这一次跟之前有信仰没有信仰，你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就像我们跟神，你要去经营。对。那我们在教会常常会接收到你要怎么去经营这段婚姻。你们刚结婚的时候会吵吗？当然会啊。哦，对不对？而且你那个时候还没在教会嘛，没有。你那时候脾气应该也是蛮急的。只要我脸色一变，他就会开始会担心说我是不是要怎么了。是不是要发脾气了，或者要出去跟人家输赢了吗？所以你有看过他跟人家怎么冲突让你很害怕的？有啊，他就是说他要去拿刀去砍那个人啊。啊，拿刀去砍人家？对啊。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，但是他的言语当中就是充满了暴力，那我就一直很担心，一直很害怕，对，一直担心害怕，对，那也只能祷告求神帮助啊，我们只是人，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什么。所以后来他接受信仰之后，受洗之后，你开始觉得他个性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，那怎么样不一样？他光是他的那个五官就变得很线条都变得柔和多了。你看现在笑我了，真的，他以前的那个照片啊，就是充满了这样子杀气。对对对，没错。你自己的感觉呢？你怎么样去意识到自己的怒气，或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情绪？其实我们真的是人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发怒。对啊，那没有办法控制的耶。但是因为当你信主以后，你会发现神是在一个很你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在调整你。是怎么样一个过程？是这是神的一个拯救。我在半夜12点多。就痛到我还吃了那个深层睡眠的药还办法痛到前胸贴后背。哪边痛？就胸口。胸口痛。痛到后面。然后那时候淑华就很坚持说走我们去医院。那我们就去大医院嘛，直接挂急诊。结果做各种检查出来以后，推出来以后，他就跟淑华说拿一个红色的住院申请单，就说来你去办理住院。然后他傻傻拿去办。然后护士过来跟我说张先生麻烦你签手术同意书。要开刀了见鬼了，那个上面有写一行字叫病危通知啊。签两张。因为都签病危了。对。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心肌梗塞，急性心肌梗塞。那他那个是半身那个局部麻醉，然后那个开刀我都知道。应该你会怕对不对？每个人都会怕。对。因为那个要用沙包那个很重。压着你的右脚全部都不能动，压着熟悉部嘛，你都不能动，但是竟然不会很不舒服，就让我安然度过7个小时不能动哎，哇我信靠神，我最大最大神对我最大的祝福，他愿意跟我同在。可是心脏有过这样状况，更不能发脾气了。对，好，所以神用这种方法来提醒你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在想说，神真的好像不是他不是在修理，我在提醒我说你自己该收敛一点。跟他说话解说，你那个先生脸上的线条都不一样了。但是我觉得很庆幸的，就是有耶稣做我们之间的桥梁。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会请小组代祷啊。对。然后我自己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一段婚姻之间这个磨合。求神介入在这当中啊！哇，这真的很真实哎！哇，不是说今天一受洗了，明天就怎么样了？没有，它永远是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还是会争会吵，对啊，然后自己还是会不够好，对。但是我以前跟
跟那个宗教的神来祈求说，我如果没有做到，我会担心。但是我跟主求，好，我求六十分，我说我要还六十分，结果我只有还二十分，我觉得神不会对我怎么样。他会陪你一起怎么样，再继续往下走，往下努力，继续把那个你做不到的分数慢慢补起来。哎，那现在跟哥哥姐姐们之间的互动呢？他一直鼓励我跟他们修复关系。嗯，对。那我也答应说，现在我侄子要去提亲嘛。对。那我答应说好，我跟我太太去。哥哥姐姐有察觉到你的不一样？或许吧，或许吧，因为我们之前的互动真的很少。哦。也妈妈过世以后也好几年都没有互动过。哦，所以其实也还在过程当中。对。哦。当然就是要透过神来修补这方面的关系，嗯，很重要。哇，跟以前的过日子完全不一样哎。哦。最后有没有要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分享？我觉得神是恢复关系的神，恢复关系，对，他是我们的宗保。嗯，对，嗯，我们有什么困难，只要我们祷告祈求感谢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他会帮我们度过这个高山低谷。是，我觉得从我信主开始，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一个改变，就是我在主里面，在耶稣，我跟他亲近的当下，我每一天都很平安。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我在平安当中都很喜乐。嗯，那我跟之前的信仰的最大差别是我有确定，现在有确定性。我之前的所求我不知道我父母有没有收到，我信主以后，我其实我受洗以后我梦到我爸妈。嗯，对，他们没有讲什么，他们只是说他们现在过得很好，这几句话就够了，够安慰你了。对，够我所有的释怀，够你说的释怀。对，就是你信主，神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安慰。嗯，对。那我也希望说，以后我所求的，不是神你要怎么安慰我，而是你有让我有能力去安慰别人。是是。对，让他们愿意将这一切荣耀都再次的回归给神。进入到这个信仰，也是又真又活，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不断的调整。嗯。然后不断的被更新。对。对不对？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其实我们的神如果要我们做到假设一百分好了，我们现在只能做好二十分也没有关系，没错，他还是跟着我们一起。是啊，我们都还在施工当中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让人觉得很踏实的，很踏实，然后很有安全感的。嗯，对，在这一路当中发生很多很特别的事情。对啊，哦，现在想起来，可是我们还是持续的施工中。对，谢谢两位非常真实又美好的分享，谢谢。谢谢。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，但是对基督徒而言，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。我们看着跟冯和素华的生命，听他们的分享，看见他们人生的移动。我们看到的是跟冯在年轻的时候是挺成功的业务员，一路走到了大货车司机，甚至有了两年游民的经历，而后又回到了计程车司机，继续他移动的人生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怎么样看跟冯的人生呢？是经历过很多失败的人生，还是他的人生还不能够用失败来断定呢？俗话常说，我们要盖棺而论定。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安顿失败？坦白说，我在看跟冯的生命，我没有觉得看到什么失败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不断有上帝工作的过程。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到终点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怎么样看跟冯？他走过失婚、再婚，走过心肌梗塞的危机。如果每一个生命的旅程某一站都被独立出来放大检视，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坑坑巴巴、失败的记号、大失败的记号、小失败的记号。但亲爱的朋友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由那么多所谓的失败串起来的人生，那我们的人生只剩下失败的组合。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没有结束，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。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呢？当你打开圣经，你看到创世纪，那是一个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中一天一天工作的上帝。你会用礼拜二来看上帝的失败吗？你会用礼拜三来看上帝的失败吗？你会用礼拜四、礼拜五来看上帝的失败吗？就明明还没有创造好，为什么这个上帝却总是在还不好的每一天都说这个很好呢？
同样的，你怎么样看跟冯和素华的人生？他们各自经历很多不一样的挫折，流过眼泪，他们的人生不断地在往前移动，而这个移动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吗？不，那是上帝更新变化的工作，沿着他们生命的岁月与足迹一步一步地调整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你怎么样看自己的人生？你觉得你是个失败的人吗？你常常懊悔于过去所做错的决定吗？是的，那些事情已经发生，已经在那里，但那个已经发生就成为我们生命最后的标签吗？不是的。若是这样，我们看到跟冯永远只能想到还有两年在街头做游民，可是他的生命没有停在游民那个阶段。我们的生命不是停在昨天或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的失败，不是的，我们的生命天天在上帝的手中，还有第二天，还有第三天，还有第四天，上帝天天在创造，还没有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前，每一天都在上帝创造的手中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就是神迹，是上帝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痕迹。不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，以为就只有这样了，不，我们的生命不会就只有这样，也不会就只是这个失败，我们的生命里面还会继续有上帝的工作。不论过去的失败多大，当我们在上帝的手中，没有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不是不能产生上帝新的创造。愿上帝的创造在今天临到你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不论我的过去有多少的失败，恳求你让我的眼光不是定睛在失败，你帮助我随着跟冯的脚步，随着历代圣徒的脚步，我能够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断地往前行。主啊，我没有因为过去的失败过于巨大吞没了我，我乃是看见我如何背着十字架跟着你一直到各个他的山上。主啊，帮助我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，不以过去的失败来定义我前面的人生要如何经历你的盼望和应许。愿你恩典的工作不只是临到跟冯夫妇，你恩典的工作在今天也临到我们众人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是不断被创造的人生，一直到我们安息在主的怀中，而今天就是上帝新的创造要临到你的今天。